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哥。看我今天这个打扮，就知道我们今天又来做实验了。没错，今天就是要带领大家前往有钱人的世界。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样变成有钱人。变成有钱人的方法有很多种，但是因为最近天气变冷了，所以我们要带大家使用刮刮乐。我们今天要刮的是500块的金鸡奖，它的中奖率是100%，但是它这个中奖率100%，中100、中150、中200，它也算是中奖。所以其实中奖率100%，我们就参考用金鸡奖。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，我认识一个朋友，就是一只动物，它就是金鸡。我在讲话的时候，他就喜欢一直插嘴，咕咕咕。讲话的时候一直咕咕咕。我就说好啊，不然都跟你讲啊，金鸡都跟你讲啊，金鸡讲，金鸡讲，金鸡讲啊。金鸡好像被我激怒到，他不爽，他就说咕咕咕，我不要讲了，我要回家了。他就说他回家嘛，我就说好，金鸡掰。这个笑话不行，不然这样，金鸡柠檬。总之，现在回到我们这个刮刮乐上面，最高奖金是300万元。我已经查过了，新垣结衣的出生地也就是冲绳，也就是 Okinawa， 趟来回是6000块，中了300万。我们可以来回500趟，这张中了300万。二话不说，下一支影片我们就出现在冲绳，下那个马尾，我们就在那边跟新垣结衣巧遇。不过其实中奖有很多种享受的方式，中了300万也有另外一种享受方式。我们可以很文青的戴着一顶 old school 的老帽，配上手冲的咖啡，默默的再从口袋不小心掉出了300块，悠悠的说出300块的掉落不要紧，300万还在，好爽。